万众期待的《泛气攻心二》终于要登上大荧幕，由上一集到现在等了超过一年，不怪得影迷这么热情了。这晚导演带领一众演员齐脚出席首映见面会，和粉丝倾偈之余还有歌舞表演看。临近农历新年，唔知道一班演员又有冇打算请埋家人入戏院团聚？咁我屋企人一定睇啦，好朋友一定睇啦，直情睇紧喎而家，佢睇紧啊，爸爸妈妈睇紧啊，女女都睇咗优先场，佢而家成日扮我咯，阿婆嗰下阿婆咁样，好好笑喎，系啊，跟住咧佢有啲位佢会讲叔叔惨。姨姨慘，爸爸慘，姐姐慘，但是到最後他又會懂得說沒事沒事沒事，這樣好鬼搞笑。上集票房成績這麼好，今次都應該可以預足定了，那各位又有沒有打算發放什麼福利呢？如果借票的話，我會做旗袍，他們會做紅裝我想穿童裝的，是啊，即是我其實童心未泯的，是啊，這幾年，尤其是現在社會環境這麼惡劣，我們要 keep 回個童心，未泯啊，童心未泯啊，是啊。咁之後借票嗰啲有冇機會見到你呢個完美 body 啊？係冇，佢邀請大表哥嚟咁啊，幫下手喺戲院表演啊。應該係會唔會其實如果達到啲咩票房，有啲咩福利係咪應該老闆俾我哋有咩福利啊？啊，贊成啊，贊成啊，係啊，贊成啊。快啊！有即係咁利是先啦。我想啊。係啊，要。咁你話套戲，我自己係好有信心嘅，我對我哋幾個團隊都好有信心，因為我覺得呢套係一套好戲咯。即係如果你中意第一集，一定會更中意第二集。想知道更多精彩電影活動資訊，請密切留意 Now 爆谷台啦！